我哋今天咧好开心啊！我哋请到咧陈明恩咧去为我哋唱歌啦，同埋有一个见证嘅时间嘅，我哋都俾最大嘅掌声我哋嘅明恩。Hello， 嗱，明恩，咁我交个台俾你啦。好啊 ，Thank you。Hello， 大家好啊。咁唔好错啦，我就喺《星梦传奇》里面嗰、那个鬼妹仔啦。呢、这個比賽咧都係神俾我嘅禮物嚟嘅。咁我自己喺呢一個嘅比賽嘅時候咧，就集集都覺得自己應該會被摟噶啦，未必留得低。咁但係點知咧，就神俾我機會可以啊一集一集咁樣去唱歌。咁我記得有一集咧，我就唱咗一首陳百強嘅歌。咁我嗰日咧就好緊張，因為我知道呢首歌好難唱，但係原來啲歌詞咧。就是很好很特別的，就是說每一個人呢，就算呢你經歷什麼困難也好啦，你有什麼就算你不是說很有錢啊，即你都可以畫出你自己的彩虹。那這一首歌呢我自己就唱了啦，就錄了音添。那這一首歌就放在我的新碟裡面，我新碟就來出了就來出碟了。我自己很感謝神很多年的一個夢想呢終於可以成真。那這首歌會放在我的新碟裡，那今晚就特別想送給你們每一個這首新歌叫《畫出彩虹》，希望你喜歡啊。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，情怀绮丽缠绵，留在白云
随着痛